老板您好，让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方雷青青，我今年32岁，我身高1.6米，我体重50公斤，我高中毕业，我结婚了，我有一个小孩，我住在安庆省，我在越南是工人，我想上来台湾上班赚钱，我不怕辛苦，我介绍好了，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